悠悠孩子们，欢迎大家收看 Part 2的巴塞罗那的孩子日记。非常的不好意思，因为我迟了一个星期才可以上这个 Part 2，这个是因为呢，我最近就有点忙，然后我要准备 for 明天飞 Paris 的东西。不管怎样都好呢， Part 2就来了啦。但是在我们进入之前呢，让我们一起来 Cue the Intro。So, 咱们终于来到这个整个 trip 最重要的一个部分了，也就是我的工作就在那一边。可是在过去之前，你们看一下那个 building， 那个 museum 吧，可能很美啊。准备排队了吗？张强啊，看过程。咦，张学友来没？没有啊，他们看到你了，全部要看你啊。后门哦，找后门给我。sorry， 要保护你。开始。假如你们有跟着 tag 的话呢，你们就知道我来这个是为了 Samsung Galaxy S9。虽然前几天已经玩过了，已经试过了，是不错的一个手机啊，但是今天还是要来他们的 official launching day。对了啦，就是这个 S9。所以我们才在这一边，然后这个是我们的 queue， 然后呢，要连到其他人。Holy shit！不会讲话啊，你这么够力的赛车，假如这里是马来西亚，我觉得我会死掉啊，会变咸鱼啊。但是这里不是，这里是巴塞罗那，很冷，所以晒太阳是爽的一件事，你知道吗？咱们算是进到来了啦，还没有完全进到完了，可是 scan 了 QR code 这样子，就是代表进到来了。等下要去，他们应该是后应该是来一边。Thank you， 不是吗？算了，我自己吃。阿伯又到，我不知道。Oh baby， 要进场喽！期待吗，孩子？期待吗，孩子？哇，好美哦！简直就大到了，你看上面那个 screen， 这个大个 screen， 然后他人在中间，这整个是四面的嘞，我老哎！终于坐下来了，老塞嘞，就吃等吧了。Oh yeah， 你也进来了，是时候减肥啊！很肥啦你，坐。椅子烂了哎！啊，椅子烂了哦，地震了巴塞罗那。所以这一次的 launching 非常特别，他要我们用我们电话，然后开这个 AR 的噻，然后去 scan 那个 screen， 这样就会有东西跳出来这样子之类，所以非常期待等下会是怎样。简直就是太帅了！哥，没有，他这边 scan 了。哦，你看他一 scan 了，转。哇，太帅了，可以换颜色对吗？啊，看来就结束了啦。然后你看后面是不是很多人，全部都要拥着过去玩那个电话？但是呢，我们已经有到玩了，所以一点都不兴奋。电话不了卖 ，snap 不了，玩到闪，玩到闪不了。好了，不要讲，我没有给你们看啦，给你们看一下啦。啊，这个就是那个电话了。你看他的相机这样子的哦。Oh my god， TVD 哥 ，please interview me， please。哇，好美啊！哇哦，走进来的感觉是这样子的，超美的。And then we got Jin here。Hello。Hi。Hi。对了啦，这一次我们来这个。他们也是有摘，现在我要玩后面这个，好像好玩啊，吹脸了。我美吗？准备啊！1、2、3。我现在呢，咱们很饿了，现在就要来吃晚餐。这一餐是很丰富的，你看，刚才那个托盖讲这个地方是最有钱的地方。哦，好美哦！首先咱们要吃这个晚餐。但是全部都累到很过累了，因为现在马来西亚时间是大概4点多的样子，4点多凌晨。这边是叫上鸟。不要。Cheers。我泡掉。哎呦，
今天是我在这里的最后一天，终于来要看的东西了，也就是这一个了。我的天哪，现在我终于可以静静的看，超级超级的美。现在我们就要走着去那个比较美的一赛来拍那个照片，因为太靠近了，其实拍不到什么东西，所以我们就走远点。这个就是他们后面的。Holy shit! Oh my god! 超美了，超美了，只能讲美罢了，什么都不能讲了。看来前面这里就是最美的 view 了，因为站在这边呢，我们就是可以望到去对面。现在呢，我们就来到它真正的下面这边了啊，超级超级的高。哎，你想一下啦，上面那边掉下来的话会怎样 ？Boom！ 走在我们就走到他们的后面要去看了，基本上它的四个边哦都是不同的东西，但是呢就还没有起好 ，which take 很久很久的时间。看来我很久很久以后要再来看了。Oh wow！这里也很帅哦，好像一个头盔样子的感觉。这里就看起来稍微的比较新，没有像拉塞那边比较的 detail 那些 pattern 一点。啊，这里呢就是正中间了。然后你看，那一边，一个人要跳楼这样子，看到吗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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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看来我们的拖怪在那边很努力的解释给他们听的故事，可是对我这种年轻人好像没有这样耐心去听了。也许很 interesting， 可是。我没有那么耐心。Fun fact， 在巴塞罗那的扒手呢是非常非常的厉害的啦。我有一个朋友昨天才不见了他的那个手机，他们直接就是厉害到哦，可能你背着 bag 你走这路撞你一下呢，他就偷了你的东西了。所以我们的拖盖啊都叫我们一直要保护自己的东西 ，make sure 不要乱放在我们 bag 啊，容易打开的那些这样子的 bag。所以其实整个去我都很担心我的东西被偷。So， 咱们又换了一个地方了。哇哇，来到我最爱的小巷了。问为什么呢？我很喜欢走这种小巷啊，走这种小巷特别特别有感觉了。很希望有人可以帮我在这边站着拍一张照片。阿 Ken 不在，虽然我就在这边玩啊，但是 Ken 呢就要去工作。刚刚那个拖盖跟我说，这个这样子的墙壁都有它的自己的历史。感觉我每次来 Rio Rock 看去哦，都像在学这历史的东西这样子。哦哇哦，你们看看上面那些这样子吊着的，哇，想象你住那种 apartment， 你的山在外面这样望下来这个水，我想体验一下住在上面那些的感觉。走下我们后面这边，竟然是一个 chapel， 超级超级小的，这样小个，哦。要进去拜拜嘛，要进去 pray 嘛。所以这个地方虽然看起来很 vintage 旧这样子哦，但是还是有很多这一些这样子很 modern 的店啊。然后你们看这边，你看几型几枚，哇哦！你们看这边全部 mini 的那种酒 liquor， 然后这个89.98%，喝下去应该会嗨翻天。Let's see。哦，这个是以前到现在，他们用来装水还是喝水的。竟然还 work 的啵！哇，那样子看起来好像要打 K 轮的样子。你看，它 lips 竟然是红色的。哦哇哦，我们竟然进去这个，耶！终于有机会进 church 了。第一个，你的表情是非常非常的美。Oh my god！ 我不知道你们听到没有那个哔哔哔哔这样子的声音。你看过那种戏吗？那种大大的那种 piano 啊，咚咚咚那一种啊？好像是啊，他们在那边调着。我不懂在哪里，其实。可是很吵哦，原来那个声音是来自这里了，听起来好像那种 vampire 的东西啊。Jesus， 不要讲我吹你们啊，刚刚我不是讲这些这样子的墙壁都有历史的吗？看啊，这一个部分它有那种这样子一条一条的，是因为以前啊那种做马搬货啊之类，一直刮刀才会有这样子一条一条的，所以我不是吹你们的。我也是懂历史的好吗？没有了，头盖给我讲了。哦哇哦，我竟然走到他们这边中间了，超美的，这四面都有那个 building， and then 中间那边空空一个位置。讲真，大多数的 Europe country 啦，是你需要自己来体验的，而不是靠相机。就算你体验到了，你带相机哦，你也拍不到那感觉，因为它可能太大，它可能是从几个角度这样子去看的，所以我真的是拍不到哪一个。给你们看到最真实的感觉，我就只能这样子转一个圆圈给你们看看了。你看我拍到上面了，这条街拍照很美很美。哦，我现在好希望我可以站在正中间那边拍一张照片了，哇，太美了。哦哇，给你们看看这个，帅。后面这个东西呢是叫做 Human Tower， 这一块东西跟这里的 building
完全都不搭配的。哦哇，这里好窄好窄，我们一个一个好红这样窄走，我都不敢讲认到这些路了嘞。假如我一个人来的话，我肯定回不了去，因为我看他又穿左又转右这样子。哦 ，Oh my god， 好浪费啊！你这天这么空，这么斜斜这样子，好适合拍照啊！哦、oh、shit， 我不能嫁你。你看走到一个好红，不然要转左转右，我根本不记得他们呢。哦、oh、shit， 他们在前面。刚刚我从那个好红走出来，结果 ，holy shit， 还有这么多个好红，唉，我真的很好奇嘞，这个地方到底有几大？很多个好红，很多个店，走到一个好红，又有一个好红。我老哎，你看，你看，你看，我这样走过来一个 corner 的人，又有一大堆东西。哦哇哦，你们看这个，这个铁，这个铁是1911年就在这里了的。哦、嗯， oh， 我们要去 market 那边了喽。They have a young man about the lunch。老三，我们要来吃东西了。我第一次在外面这边这样吃东西，很冷很冷啊。但是这个 market 呢是非常非常出名的，所以呢，我们一定要来 try 这边。那个托盖讲，这一个安哥，这个安哥看到吗？这个安哥在里面那个安哥呢是非常非常出名啊。除了冷之外呢，我还要很小心我的东西，因为这里是外面，我不可以随便放我的东西，这样子。这一餐我应该是会吃到很辛苦，我要先去走走，去里面看看。这个是 basically 是 market 啦，基本上这里是一种 market 啦，很多水果啊那些这样子。哦哇，好多好多东西哦。看来外国的月亮比较圆是对的，外国的巴萨也比较的美。你看他们这样子来卖鸡蛋哦，你看他们的巴萨一点都不涩，非常非常的干净。哇哦，好特别的水。哇哦，好多 chocolate。哇，很大的 cheese。哦，食物来了，可以吃了，可以吃了。Cheers。Cheers。看来呢，我已经到了飞机场了。但是来到飞机场是一个很伤心、很伤心的一件事，你知道吗？说故事是这样子的，每一次呢，我们来机场呢，我们都会去 shop duty free 啊，那些这样子嘛，对不对 ？And then 对，的确 duty free 呢就在我前面罢了。就在这一边，那你们看那边有这个店啊，有 Zara 啊，还有等等等等的店，超级超级多的 ，OK。但是呢，刚刚我们进来的时候，我们就给 ticket 嘛 ，ticket 他就问，哎，你们的飞机是9点哦，你们还有整两个小时要等，你们确定要进去？然后我们就没有想多咯。可是那个人呢，又继续的强调讲，你确定要进去吗？里面只是有一间 duty free， 还有一间 McDonald's， 然后我们就想到 ，OK 啊，有 duty free，OK、okay。可是当我们进到来的时候，我才发觉。后面那边是下不到的，然后这里呢就真的是空空，什么都没有，所以我们就只好很险很险的坐在那边要等两个小时。但是不管怎样都好，谢谢大家收看，我想要在这边结束掉这一集的海子乐记啦。这一集是非常非常fun的一些海子乐记，希望你们不会想掉了，也希望你们有大开眼界，我的确是大开眼界了。所以呢，谢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一个影片再见哟。Before we let it go to rest, it's such a heartbeat pounding in